等一下，怎么又是这个音乐？时间也过太快了吧，又到圣诞节了，各位。其实呢，圣诞节呢，对我来说就是又开心又烦恼的一个节日。开心的是呢，可以去见很多朋友啊，然后参加很多派对啊，非常的好玩。但是烦恼的就是，圣诞节礼物到底要送什么啦？好的，我觉得我今天穿的好像还不错，想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这个穿搭。特别是呢，我今天穿的是那个 Onitsuka Tiger 的衣服啦，它用两只老虎组合成一个很像爱心的形状，是不是很可爱？这个白色鞋子非常帅，因为它前面的这个是有点用老虎的那个虎爪去设计的，视觉效果看起来大大的鞋子，会让比例看起来很好。当我心里还在烦恼的时候呢，我的身体早就已经自动导航到台中大圆柏啦。我跟你们说，这里可是满满的必逛必买店，而且来这边采购礼物呢，早就是我的肌肉记忆了。首先呢，一定要来的就是 APN， 它呢有着浓浓的摩纳哥血统，而且呢不但优雅奢华，还融合了时尚前卫的街头潮流风格。如果你送给喜爱街头潮流风格的朋友，绝对是超得体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我自己先好吧，自己先买啊。那个交换礼物的事情，那个先摆后面了，后面我们再慢慢逛。朋友先摆后面了，随便了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施华洛世奇这个超级经典的品牌。说到施华洛世奇呢，一定要提到他们的水晶切割工艺技巧，因为透过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呢，你可以看到来自银河系的闪耀星光，是不是很适合当圣诞礼物？你们看它这个水晶的光泽，也太美了吧，各位！我真的是忍不住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，这个我先包起来好吗？啊、我想要买这个，没问题，这一定要买的吧？好了，我觉得我不能再顾着买自己的东西了，我一定要来认真挑礼物。接下来呢，来到这个品牌呢，我身边有超多朋友都是他的粉丝，就是 Pandora， 他呢是来自丹麦，而且是世界最大的珠宝品牌，而且他自由搭配的这个创意呢，可以让每个人的珠宝呢都有自己的风格哦。我觉得我刚刚逛下来啊，我最喜欢这个项链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小熊嘛，然后后面竟然有一对翅膀，好爱翅膀这个元素，我觉得它写了我的名字耶。我觉得就这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想要买这个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结账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知道我是来买礼物给朋友的啦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有些东西就是上面会写你的名字嘛。你知道要把这些东西买回去是你人生的任务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一定要解任务的 ，OK？ 好的，但是先看到后面有没有像是我觉得我来到日本银座这个品牌呢，叫做 Agado。它是一个纯正日本血统的品牌，而且你从它的饰品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充满历史感的精致，然后它的做工呢又优雅，然后又柔美。你知道适合送给谁吗？送给你周围那个气质最出众、那个气质担当，就送给他就对了，就他。我真的心心念念的就是想来看这个经典的钻石。我觉得它的设计就是非常的简单，然后很从容。天哪，就是一种沉浸的感觉。我感受到了，我感受到了，我感受到我又想买了。终于来到最后一间店了，这一间店也是我口袋名单的爱店，好吗？还好是最后一间，不然我直接年底直接喷光，直接谢谢，好不好？这间呢就是 Joji Jensen。我跟你讲，它的这个银雕工艺原创设计呢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，而且它的工匠技艺呢，不止在钻石珠宝上，还延伸到手表啊、刀叉餐具啊，还有银雕器皿啊、跟饰品等等，超有那种北欧设计感，那种优雅的质感，好好。戴上这些，我马上就是有一种我是名模的感觉。耶！你看，今天真的是满载而归，买了好多东西耶，真的是失心疯，毛起来买啊，花钱就是爽的感觉。但是，其实我原本今天是要来干嘛的、啊？不是啦。啊，我礼物到底要送什么啦？哦哟，这是我的啊，我们要送别人我的。